啊，出现出现，哇，这个，哦哦 ，go go， 哈喽，我是来挑战第二次耕耘大师的查米，我是 Rock Master 龙爷，我是臭迷猫大师梨子。那今天大家都大师就对了，对。可是呢，没有下雨。那夏天其实我们比较常流行的钓法是什么？对。所以这次我们的目标鱼呢，原则上都是石斑，管它带帽，管它土斑，通通来。对，通通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准备，来给我。OK， 现在突然发生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还没有，应该是他卡到下面。那今天的话，我跟龙眼这边应该都是耕耘大师，对 ，Rock Master，Rock Master， 还有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在上面的。对，我们都改这个改握碗，握碗亮晶晶的碗。对，我们这个牌子叫 Gomez， 它很特别，它里面也有培林，然后你这样转不会停。对，像我们那个之前流行的那个时间陀螺。然后等一下我这边用的东西的话，应该就是配束扣签 ，HR 束扣签，然后配曲柄钩。那龙尾这边呢？我就鸡头钩，然后配上一些比较特别的软草。那接下来我们龙哥，我们介绍我们的臭臭王。今天要当臭迷摸大师，所以我就听过这个。哎呦，还大盒的嘞！哎呦，有没有这个？哦，透过镜头就感觉到它的味道了，有点发酵的味道。你说很像什么味？我上次好像闻到梨子的尿尿的味道。不对，没那么。除了铺路狂出没。对，那鉴于这个耕耘大师一定要非常好的装备，救生圈爆开来正确的。滑滑鞋。滑滑鞋。可以了。可以了。Go go go。有喽！你的这支猎浮夸，你这个 size， 你这支 size， 哇！浮夸没有啊，小石斑，这个就是戴帽了。哇，这好小只哦！这个龙虾跟它一个头一样大哎。对，造客，贪吃，凶了饱。中中中！哇哇哇哇哇！哦，小石斑。哦，这只感觉应该不错，可爱的。丹丹。哦，这只好可爱哦。对啊。哇，它穿的是有点凶。我穿过去了。呦我中，哟，耕耘大师，耶，摔到了，摔大。哟，更小了，更大，又有了，更大，哦，有了，哦，出现，哦，大石斑。这只有20公分哎，有23左右。哦，有了。哦，啊，有一只。啊，自己一个人钓鱼吧。错哎。草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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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草
充满了搞头。
你这么小，你在吃什么啦？超级咪咪班！哇，你长这么小，你也吃这么凶？哦哦，我就放在底下拖哎，我用拖的。臭臭王，臭臭王，哦。哦，哇，这只也不错哎，真的，哎，臭臭王，钓鱼，爸，钓完了，现在我们来到哪边？我们在河二，河二吧，河二，因为我们在继续钓鱼吗？没有，太热了，太热了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所以先吃冰好不好？招牌奶肉冰下去。哦，啊死，啊死。再给梨子一点，我不要，我加这个嘛。这是梨子，梨子吃什么？我这是串冰，串冰。对，笑一下。解锁了没？无敌吗？啊，什么解锁？这才叫解锁好不好？你们要是龙眼肉都满足了笑容啊。那今天就我们三个人，那影片到这边了。OK， 拜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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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